Hello y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这一场是古墓的排位场实战解说。那在古墓当初的时候，哇，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只狗角，很狗很狗。刚好我们这一场呢，也是对上了古墓前一个狗角，就是艾瑞本人啊。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狗角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喽。如果还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以及订阅，顺手拉下旁边的小铃铛当当当当哦。在一开始呢，哇，这个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啊。不过其实似乎也没有占到太多的优势，因为毕竟对方打野一直都在农野区，就 OK OK。这一场呢，我们对上是艾瑞狗角，我只能说你们可能会说，为什么不对瑞克？我也很想要对瑞克，但是因为对瑞克，其实我本身是对过的，就是没输没赢，我杀不死瑞克，但是他也杀不死我这只古墓。不过呢，我们这场就刚好用艾瑞来做一个实际的测试。这场的奥义呢，带的是金针刺杀以及英勇，出装呢在下方可以看得到哦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说一开始我对上艾瑞，基本上我是没有在怕他的，就算说在清理方面呢，清兵方面我绝对是可以比他快，甚至说可以跟他互相做一个换血。至于古墓玩法呢，还有一些古墓他的技能接法，还有他官方没有说的小秘密小技巧，等一下再说。先看这边非常刺激，我这边已经没有魔了，就在我被打的时候有人预约我，哇，假贺假贺，丢犀利，放大一点来看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一样坚持的不回家，吃一个补包，我们恢复呢又快要好咯。古墓呢，它的被动就是只要进草丛，在非战斗状态下就会回血 and 回魔，持续5秒钟。那这个冷却时间是15秒。这边呢，我有半条血，有半条魔，当然是不急的回家啦。先拍一下，然后跌到我的一技能被动满了之后，马上把艾瑞往回推。这边是一个两个人互相开打，你觉得谁会赢？看到了，就是我古墓会赢。对，古墓呢，他是唯一一只不怕被艾瑞关大招的人，就是古墓。而且呢，古墓在被关大招的时候是不会被断大招的哦，我大招是不会被中断的哦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在玩古墓的话，基本上是非常克艾瑞的，艾瑞的超级克星呐。因为古墓呢，他在开大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厚的护盾之外，他的技能打到人还会回血，相当的 OP， 就是狗角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，在艾瑞刚出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他是狗角，他很猛。结果呢，瑞克一出，先是出古墓啊，古墓一出，大家就说，古墓又是狗角。然后现在瑞克一出，古墓没有人玩了，拍谁哈？官方连削弱都不用削弱，自然而然有人可以不用玩啊。这边悟空被绑了，我大招马上移走。可以看到说，我的古墓呢，为什么可以有时候是往前戳一下，有时候呢是往前冲一下呢？这就在于说，我们技能一二技能都可以叠。那我们一二技能只要攻击到小兵的话，它算是一个单位；攻击到英雄的话，算是两个单位。那只要累积到5个单位，就可以把我们的一技能转换形态，变成往前冲刺，有点像是萨尼那样子的推。不过呢，古墓它的推有点，就是我在放的时候会大概会停顿的大概 0.3 秒，它才会往前冲刺。就是我放的技能会停顿 0.3 秒啦，所以这一点就是有点，就是你要玩得好古墓的话，一定要先预判好人家 0.3 秒之后它的位置会在哪边，你才去推哦。这边先回家补一个魔量。接着就是它的二技能，就是往，就是一个巴掌嘛，180度的一个量角器往前一个拍，可以把对方呢直接集中，集中之后再放我们一技能，就可以确实的戳到非常多的目标，然后呢戳到很多目标，累积5个单位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冲刺。可以看到说现在一技能变成蓝色，这蓝色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哦。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技能接技法，先往前呢一个壁咚，壁咚之后稍微等待一下技能冷却时间，真的可以看到说我直接先放一个二技能，把对方完全集中，让悟空一个哇敲下去爆炸，再往前推，可以看到说我的技能接技法呢，就是让对方直接被控在原地，根本就是痛弹不得哦。那我再重复一下我刚才的技能接技法，就是先把一技能呢累积到5个单位，会变成冲刺的那个形态。那冲刺到人之后呢，就把对方再拍集中，集中之后可以发现到我们一技能冷却时间又好了，再往前戳一下，戳一下的时候可以发现到哇，如果你拍到很多人的很多单位的话，那个一技能又会转换成蓝色形态，又可以往前冲刺，冲刺之后马上开启大招，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控死对方，真的是一整套的全套服务啊。
那队友往上，我们呢这边红被反啊，不过我也没有办法。那我接着就是往下路移动，看到这个艾瑞。艾瑞呢，基本上你是可以不用怕他的，不过呢，你大招绝对是要比他的大招还要早放，所以往前搓一下，先等一下我们冷却时间之后，再往前搓一下。那我们一技能已经转换成形态哦，把艾瑞往回推，马上开启大招。这个两个人都互相开启大招，但是古墓就是有完整的优势，因为古墓呢，他大招落叶小树叶砸到人是可以回血的哦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没有讲到的部分，就在开启大招的时候，我会有个绿色范围嘛，绿色范围里面还会有一个小圈圈，那小圈圈才是我们真正小落叶、小树叶可以攻击到的范围。我们可以透过方向盘呢上下左右去移动里面的小圈圈，来去攻击到敌人。那其实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官方没有讲到的小秘密、小诀窍喽。就是其实呢，古墓虽然它的绿色范围就只有这么大，那框框也只有这么小，那其实对方只要站在就是我们绿色范围之外，其实我们小树叶还是可以砸得到对方在边缘的人哦，就是边缘以外，这范围其实真的很广。那有玩过古墓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我明明站在古墓的绿色框框范围外，可是我却被小落叶砸到，这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啊。这边在中路一个团战，先逼走莉莉安之后哦，去支援一下我们的队友。看到一个纳克罗西，纳克罗西呢，其实我们看不管看到谁都不用害怕他，因为古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坦又非常痛，因为他的伤害量真的好痛哦，尤其是他一技能转换形态往前冲刺那一招，那往回推，再马上开启大招啊，大招一直按不出来，有了有了。古墓大招只要连续砸动对方，好像是五下吧，就会造成一个晕眩。这边在推，那一技能呢，只要掌控好的好那个转换形态，基本上都可以玩得非常 OP。这边艾瑞绑住了凡恩，结果我们家的悟空手下不留情哎，哇！我一技能都不敢戳那个艾瑞，结果悟空就一棒敲下去，敲落去，我傻眼啊！手下不留情，好恐怖哦。那像那个反而应该是怒气值满点啊，你这个悟空害死我啊！没关系，我们持续看下去。那其实很好算啊，那这个五个单位真的是以五个单位为基准。我再重复一次，弄到小兵或野怪或者是龙呢，都是算一个单位。那如果弄到英雄的话，就是算两个单位。在蓝区呢，一个小团战、小碰撞。古墓呢，其实它是可以打边线，也是可以打辅助位，不过它的保牌效果可能是没有像美娜来的这么好，可是它的伤害量非常的高啊，因为它要控制的话只能可能拍啊，然后它本身机动性非常的差，很差很差，可是它本身真的很硬啊。这边先带走一个美娜之后，哇，这个被控到原地往回推。那我刚刚是想要把纳克往回推进塔下，不过就是因为技能延迟的关系，所以没有推到，非常可惜。这边想要赶快回家，结果还有一个小球球追着我。在经济方面呢，其实对方都是非常领先我们很多很多，尽管说我们现在人头数是赢的，可是你看这经济面表，对方每个人基本上都赢我们1000块，真的蛮多的哦。哇，这个艾瑞呢，其实真的很怕古墓。从他两次被塔杀，应该说他想要塔杀我，没想到被我反弄一个，他现在应该是很气扑扑的。这边透过一个墙壁呢，是可以来杀一个野怪。另外一题就是古墓的一技能是可以穿墙的，哇，我好多没有说到啊。不过呢，影片看到这边就是有福啦，很多一些古墓的小技巧，就是可能一技能可以穿墙啦，二技能呢真的范围很大啦，然后他的大招范围其实是完整的超出它的绿色范围啦，所以有时候对方已经逃离了我们绿色框框里面，我们也是可以尽可能试试看我们小树叶可不可以砸得到对方，基本上是可以的哦、喔。不过那个范围不会就是差到天差地远啦，就是一个边缘这样子。这边我按你的一个撤退哦、喔，就是叫队友不要再打啦。因为这个艾瑞真的很烦哦，而且艾瑞基本上是不敢对我开大招的，因为他对我开大招也没有用啊。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血条，我黑色的须须比他还要多。那这个黑色的线呢，代表说一条线就是1000的血量，我的线比他还要多。那勇呢，交出了瞬移，再去砸这个艾瑞。
再把呢这个艾瑞往后推，然后赶快按一个撤退，就是叫队友不要再打了。因为悟空敲艾瑞基本上是敲不动的，然后我们三个人也打不动，所以马上把他往回推，跟队友说不要再打了，按一个撤退。所以这个有没有往回推也是蛮重要的。刚刚看一下，我们的悟空经济是最低的，所以我判断是对的，就是悟空要敲得死他是有难度的。看对方的纳克罗西，这边稍微戳到之后往回推，不要去打那个艾瑞哦，因为刚才艾瑞绑住了悟空。再拍一下，再往前戳。这边稍微看一下情况哦，其实我本来是不想要打了啦，不过队友都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又少了一个悟空残血，那我只要把目标移转到这个永生上，那马上开了一个大招。不过永进草完全不知道永躲在哪，然后冲，哇，差一点点，我差，哎，这个没戳中，再说一个 ，OK， 这边有一个美娜。美娜想要去保那个勇，不过呢，可以看到说古墓我从头打到尾，我的血量还是这么的多。美娜一个逃跑，哎 ，OK， 这边注意啦，悟空一个回补之后，马上把那个艾瑞给处决了。那这一波会战打赢了，其实呢，老实讲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会战。什么叫做没有意义会战？就是打赢了这个会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到事情，例如吃龙没有办法。或者是推塔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兵线状态很差。再看到经济面板呢，其实双方其实还是对方比较有优势一点点。这边似乎在对方野区又快要打了起来哦，可是呢我这边其实真的不想要再打一个没有意义的架，所以马上按了一个进攻，因为看到对方纳克罗斯在上路，我真的不想要再打一些没有意义的架，不如我们去吃个凯撒，去带个龙，去带个塔，基本上都还不错。可是如果要叫我去打架的话，真的是你看这一波真的叫做没有意义的会战，所以就马上冲回塔下。就真的啊，打赢这一波会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吃龙，也没有办法去推塔，那为什么要打这一波会战？我们不如呢找一个比较好的开场时机再去做打架。那什么是比较好的开场时机呢？就例如像是悟空蹲点非常好，一开始就直接抓掉对方的勇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时机，因为悟空就是要去抓对方的勇嘛，这一场克星来说，可是对方勇都生存的非常的好啊。那我这边真的不想打架啦，麻烦发起一个进攻，那你也不可能叫古墓去打吧，你叫古墓去打，打到天荒地老啊，民国200年是不是，还是民国107年，算今年就是107年，可是你叫我去打真的也不太对。然后这时候我想说去骚扰一下对方野区应该是 OK 的，因为野区呢算是比较窄小的窄道，这样子悟空也比较好去抓那只勇。你看悟空这时候就要去抓那只勇了，因为比较窄小的地方呢，第一个这些岔路会比较多，所以勇也比较难躲。这边开启了一个大招，小树木砸啊砸，再往回推，再拍一个，再推一下，一个斩杀带走。这边可以看到说这个莉莉安对我放了球球，不过那个悟空被球球炸死了，因为悟空跟我站在一起，然后往前想要去杀那个莉莉安，可是这一波对方是一个 S 一个团灭，我觉得悟空你的牺牲辛苦了是值得的。我本身呢也是用古墓对过瑞克，就是谁也杀不死谁，他杀不死我，我也杀不死瑞克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一场就是古墓的实战解说排位场，在 B 的区段。哎呦，又是你啦，你又出现了，就是你。那这一场的解说就到这边结束咯，记得给我一个大大喜欢按赞以及订阅。我是佑哥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